手放嘴巴啦，手不要放嘴巴，捂着啦。叽叽叽叽哒。所以我们现在去做那个直筒滑滑梯吧，我想去做那个直筒滑滑梯，走。对。小优，接住你的小巴尼！小优，你的小巴尼！接住你的小巴尼啊！他小巴尼要扔过去了，快点！嗨，小巴尼，好，在那里，没有扔过去。小天天，当然了，还有你的加速带。好了。你是带着小巴尼呢，还是带着小天天一起滑呢？巴尼不看见。你要带着天天和巴尼、小巴尼一起滑呀。哦，你的天天和小巴尼都躺在了这里，你怎么去了那里呢？我先把毯子铺好。哦，先把毯子铺好，好吧。再见。再见。你的天天落下了，小优，你只带了天天和巴尼都不要了吗？